台电脑同时执行抽样系统的抽样的程式。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7月8号就要正式启动，党部也破天荒首次大动作，透过直播公开抽样作业，要力撇作弊嫌疑。不管是中华民国史上，也是我们国民党第一次采取这么公开的方式，连抽样这一个都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来进行哦。五套的这个8万笔之间啊，电话会重复，所以我们要进行一项电话的比对的工作，就是把重复电话删除，然后增补。党部为了初选公正性公开挂保证，同时蓝营的初选参选人们更是不得闲，抢在选前黄金周努力拼曝光。要黄色，看到白色，你是白色，你姓黄吗？朱立伦谨守自家地盘新北市，要端托育政见牛肉，而另一位也打政绩牌的韩国瑜，就怕重演淹水梦魇，穿上青蛙装深入下水道，要亲自勘察清淤状况。辛苦啊！努力拼市政，要让市民有感，而韩国瑜才合体王金平直播，郭台铭也不落人后。郭台铭和王金平直播玩游戏，展现兄弟情之余，最后还送上神秘小礼物。我准备一个小礼物，这个哈、哦，我你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代表我们情谊的打火兄弟。国民党初选进入倒数阶段，南台湾成了主战场，公道伯王金平更扮演关键要角，参选人们台面上下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，只为了一搏初选出现机会。华语新闻林志鹏、徐国豪台北报道。